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潘玮柏。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？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，表情诡异，侧面看我又在梦游。我从沙发掉落，真的很糗，这屁股趴在地上，口水一直流。醒来你在我的四周，笑嘻嘻看着我。Here we go， 手举高，你是蝴蝶，偏偏飞不抓不住，抓不住又要变成是蝴蝶。说什么叫壁虎？是我创造独门，不不是一种啪啪照的壁虎。当然在跑好心的加油，发现我不是个大梦中的生活，闭着有只壁虎在漫步，四只脚的速度，突然之间觉得实在是酷。一路穷山户，没有人的空屋，有着壁虎懒洋洋的在漫步，但他自己蚊子的动作很迅速，向我们精准的舞步。分不清是大户还是朋友在跳舞，我们这支舞的名字是叫壁虎在漫步。但 girl 不像蚊子傻不哭，舌头一伸就抓住。我是壁虎，能耐蚊子。你是蝴蝶，偏偏飞虎抓不住，又要迎着这个。什么叫壁虎？是我创造独门，不不是一种创造的壁虎。你就站在我的眼前，然后就将你的手牵，时间没站在我这边，不过也才一瞬间。他们车主准备要上路，我只是停不住，我们刷新跳舞，叫壁虎漫步，对那地板有礼貌，是我们壁虎一组最基本的态度。就算你穿上二手的牛仔裤，还是要有那一流的技术，完美演出，而不是受着在忙碌。大声尖叫！你是蝴蝶，偏偏飞舞抓不住，抓不住，又要迎着这股。说什么叫壁虎？是我创造独门，不不是一种啪啪照的壁虎。Let's go. 就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觉不到呼吸，连空气都窒息。One, I love you so. 每秒钟胆战心惊，迎接你给的惊喜，你与众不同的 love, I want you, girl. Tell me.睡眠的魔术 Baby, baby, tell me, baby, I love you, love you, love you. 爱情在潜意识被征服 Crazy over yo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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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. 如此疯狂的中了毒 D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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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 I'm going crazy over yo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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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. 足够的心被欺负，电视传说中的幸福It's all about you, yeah. 就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觉不到呼吸，连空气都窒息。One, I love you so. 每秒钟胆战心惊，迎接你给的惊喜，你与众不同的 love, I want you, girl.睡眠的魔术 So baby, baby, tell me
在潜意识被征服。 Come on, I'm crazy over you。这个是来 ，UU 是全新的新歌啦，是也这个最新的专辑的造型也非常的帅气啊，好不好听啊，这首歌？谢谢你。我现在近距离看潘玮柏，你刚刚从瀑布走出来是？对，满脸都是水，真的好多水、哦，哎呦，哇，是很卖力，表示很卖力啊。当然，要努力，因为其实我们做超级星光大道就发现，唱跳歌手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类歌手，太辛苦了，是一边唱一边跳就算了，还要记舞步、记拍子。小胖，我们已经 order 他从三年前到现在说来一首那个就是 Beat It， 结果他还是不行嘛，对不对？要记舞步太困难，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很谢谢你来到这个星光大道替大家加油，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有很好的成绩这样子。当然，不过其实在这边潘帅也有不为人知的过去，他过去也是中广流行之星的比赛，对不对？是得到的名次是第四名了，不错啊。对，但是因为他是前八强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是第四名还是第八名，我就自己说自己是第四名了。对 OK， 對，所以不管是第几名，只要你努力，有一天都有机会成为天王天后。再一次掌声谢谢潘玮柏，加油加油。好的，现在呢，我们看到呢，这个六位我们的参赛选手已经站到舞台上来了，要跟大家公布第六名以及第五名。那么第六名产生的这个方式呢，就是前三场积分赛的总分加决赛第一轮歌曲的分数，加起来分数最低的就是第六名，倒数第二就是第五名。我们要请 Roger 老师宣布星光大道第七届的第六名是。好，我现在来宣布第六名。第六名总成绩116分是陈科宾。好，陈科宾，来，请中间请发表得奖感言。第六名，我很开心自己可以到星光大道的总决赛，我已经是很满足的。然后我要谢谢爸爸妈妈支持我。妈妈要跟他说什么？没有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柯宾是我们的冠军，心目中的冠军，他很棒，很棒，非常棒。其实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我觉得柯宾不止于此啊。如果说有几次的那个分数，如果说那时候可能就是有点小突起啦，如果不是那么低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挤进前三强哦，好不好？请你继续加油。第六名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告诉大家？谢谢老宾的老师教了我很多，我都会记在心里。然后谢谢乐队老师。跟他们一起唱现场很开心，谢谢董事姐，我觉得你很有魅力，我也向你看齐。谢谢，我是台湾第一美女，对，无可否认的。对，我知道他谢我一半也是为了倪安东啦。哈，好，在这边呢，非常谢谢我们这位小可爱陈科宾，恭喜他第六名。接下来。要请 Roger 老师继续宣布第五名。好，接下来第五名总成绩121分的
Erica。好 ，Erica 来中间请，谢谢，请发表得奖感言 ，Erica。嗯，能来到总决赛，我已经非常非常不可思议。然后有好多人要谢谢，就谢谢亲友团，谢谢爸爸妈妈飞过来台湾来看我，然后谢谢每一个评审老师都有给我很好的点评跟意见，然后要谢谢乐队老师，都很辛苦，都很棒。然后谢谢桃子姐，谢谢星光大道，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唱歌给大家听，我非常荣幸，然后也很开心来比赛能见到那么棒那么优秀的歌手。我觉得对 Erica 来说真的是 like a dream come true 哦，你要想那个画面，这真的不是电影哦，他小时候就一直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看星光大道，每一届都没有错过，然后就想说 I wanna go there， 我要去那里。他来了，然后蜕变成这么成熟这么漂亮，然后歌艺更精进，所以真的好像一部电影。真的很谢谢你来，而且我也觉得你不止于此啊，小妹妹，你应该是冠军的料啊，好不好？假以时日，掌声，谢谢，恭喜我们的第五名，谢谢，谢谢两位可爱的妹妹。那当然，在这边还是看一下总积分啦。目前的积分呢，我们把它这个粗算出来呢，维持领先的李佳薇142分，伍思爱130分，孙晓亮126分，白乔洛蒙123分。好，这四位有得拼了。广告过后马上再拼第二轮。